這個呢露營區很厲害的是它很特別，它有四款不同的露營車，今次來這邊呢又要參觀一下取取經了。哇，第一間這間露營車橙色那麼 QQ 的，看看先看看，好晒啊！哦，原來呢一個係可以瞓四人嘅，麻雀區小，五臟俱全，連微波爐都有，空氣清新機又有，雪櫃喺呢度，乾乾淨淨一個四人房。好，我哋去第二間睇下先。前面呢個粉紅粉藍色嘅棕櫚樹係我第二間要睇嘅露營車。第二間，噠噠。一入到嚟，左邊是兩張上下架床，呢邊就是一張超大的雙人或者瞓三個人的床，或者可以當兩張單人床係啦。電視依然在呢邊，咁即係呢間應該貴啲，因為沖涼同廁所的地方分開咗。係啊，但係入邊都是誒呢啲電器同頭先差不多啦，係啦。呢間都是一間四人房，但是就木系啲嘅。好，到下一間，嚟到第三款露營車，右手邊呢邊是四張床，有少少似太空艙的感覺喎。呢個露營車，好，跟住呢個是浴室，係啦，都是乾濕分嚟嘅。哦，呢間嘅風格現代少少，同埋呢度又係有一張超大的床，可以瞓兩個人或者兩張單人床咁樣。第三間呢度咧係可以瞓一二三四五六，瞓六個人嘅。跟住呢度仲有窗添。嗯，呢間比頭先嗰間大啲啲，喺度可以煮一下啲輕食啦。而家要去睇最後一間啊！大家快一下，一入嚟呢邊有張雙人床。欸，呢度又是跟頭先嗰間差不多，電器啦，跟住又是廁所。誒，唔係喎，一二三，三人房。嗯，明白。參觀完呢四款露營車之後，我發覺咧，我諗塞八個人都 OK 嘅，四至八個人嘅露營車，我諗應該適合一家大細啦，或者一大班朋友，可以中秋節咁可以燒肉。你睇下嗰邊有星盤啦，嗰邊又有啲誒台啦，大家可以嚟燒肉。跟住園區中間咧，又有啲啊小朋友可以玩泥沙、玩上滑梯咁。好啦，我哋再行下先。好，我準備好啦。抱起來，慢慢坐低。已經感覺好像在個水入邊，因為佢玻璃船咧，你看到佢個水位有幾高啦。看似簡單，但其實都有少少考你的平衡力嘅。因為如果你坐在喺一邊啦，或者另外一邊啦，咁個船咧就會側埋一邊，咁所以咧其實要保持你嘅自中嘅感覺啦。喺這邊，誒嚟啦嚟啦，可以喺呢邊。喂下啲鴨仔啊，喂下魚仔啊，過嚟啦，過嚟啦。跟住同埋咧，呢個湖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咧佢會漲潮啦，同埋退潮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佢係連住隔離一個溪水啊，咁所以就會有潮漲潮退嘅影像，所以就會有潮漲潮退啦。好得意啊！啲鴨仔係咁跟住我哋。就是這個啦，湖上秋千，又好考平衡力的時候啦。咁上咗嚟呢邊啦，咁就可以喺度蕩一陣千秋，都幾特別，因為真係未試過喺湖上面蕩千秋。
佢嘅朋友仔，呢边有架马车啦。我哋睇下嗰边有迷你马啦，跟住有山猪啦，波尔山羊，劲靓！哇，一阵可以喂下佢哋就好啦，劲得意啲小动物，超中意，超中意小动物。其实我觉得即系同大自然去玩啦，跟住可以同小动物去玩啦，系一件好疗愈嘅事。谢谢小黑。来来，我用下好了。好，来，你下来哈。谢谢小黑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好啊，咁我哋可以继续去喂其他小动物啦。谢谢。OK， 咁我哋买好饲料就可以入去喂小动物啦。Follow me。爹爹，肚唔肚饿啊？你哋？哇，好肚饿喎！慢慢嚟，慢慢嚟，唔好心急，唔好心急啊！等一阵，等一阵。喂，你未食完又食？啊？系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呢只妈妈系咁喺度叫我过去。你食咩噶？呢个咧？呜！怎么？佢哋條脷好腍啊，好痕啊！佢哋食嘢嗰陣時個手掌勁痕，超痕。等一下，讓他們吃一下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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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跟住咧，我哋可以喂呢一邊最出喎，最出名嘅嘻嘻同哈哈。等一下，側邊咁激動，咁激動。呢個係水嚟嘅啫喎，勁中意飲水。放放放，劲大力佢哋，超大力，啊！冷静啲好冇，冷静啲好冇，好笑啊！你哋 ，OK OK OK OK， 咦 ？Finish， no more， 哇！咁劲嘅你，咁劲嘅你，好啦，冇啦冇啦，食晒啦 ，Finish， no more， no more。啊！俾你舐埋呢啲啦。揀得嚟呢個露營區，就係因為佢個温泉。而家咧越嚟越多人，我都係唔好再等啦，即刻去浸個温泉先。誒，就係呢間啊！哇，佢比我想象中大喎。開個熱水先。我仲以為咧係 share 嘅，跟住我諗先，開住水換衫先，係要閂門嘅，要閂門嘅。誒，嚟嚟嚟換衫。頭先停好露營車喺園區，發覺行幾分鐘就會嚟到內灣路街。聽講咧呢度係客家人嘅地盤，我今晚咧就唔想自己再煮晚餐啦，我決定買翻去食，買客家菜行下先。Hello， 你好，想問一下，為什麼這裡到處都是野姜花？這個是野姜花。這個是野姜花。矿工吃的，因为这火烧玉米，以前在那边做很多矿工。那婆婆妈妈为了要就地取材，就拿着野姜花叶烧过来给矿工。原来有这个起源的，咁既然嚟到就一定要食佢嘅招牌野姜花招牌粽，招牌粽再来一个客家炒炒粽。黄豆是客家粽。
色是野姜花。好，浴室是野姜花，好好好。这样子刚好。好。吃素的可以吃吗？这个送的。这个是送我的吗？适合女生吃啊。哦。糯米的。好好好。健康的。感谢。平安平安平安。感谢感谢。好似系我第一次嚟內灣老街，佢比我想象中咧條街咧多啲嘢睇，即咁，因為之前去過其他老街咧，唔係所有老街都真係咁大條嘅，所以今次呢度係幾新鮮。哇！真係有野薑花喺入邊啊！呢啲咧啲網美最中意拎嚟打卡，買啱咗，買啱咗。創意料理啦，其實咧佢係網路上嘅懶人料理嚟嘅，日本風傳。如果點咗咧，我就走去後面噶啦。哇！好彩係射向前面嘅啫。好啦，咁咧，我今日就買咗宜蘭嘅名產啦，呢棵葱好大棵，得呢把刀仔啫，我嘗試下切啦，咁大棵葱，好有刀仔鋸大樹嘅感覺啊，好鞋脆啊，我覺得個畫面，好大棵葱，好細把刀，好，跟住咧，係啦，好大火咁樣好似。這個呢火是沒得控制火候的，所以呢就憑感覺啦，倒插下去啦，吃完個口應該是勁臭，我覺得哇好香葱油啊，好啦，上菜啦，完全熄唔到火嘅呢個爐。哇！好啦，嚟緊呢一道菜咧，就係我未整過嘅，我就喺網上面見過嘅啫，就係玉子燒啦。好似係咧日本咧曾經好興嘅呢個懶人料理，咁所以我決定咧試下，同埋好似話好好食嘅。因為咧，呢個係啱用嚟咧掉埋落個水度一齊煮嘅。好啦，好脆好脆啦，已經俾我攣到。咁就買咗盒蛋啦。咁咧就要將佢變成蛋液。喺我搞緊嗰陣咧，不如我煮定兜水先，費時間等。開個火，煲滾啲水先。首先，咁咧我就可以搞一下化個蛋啦。我今日用得最多的就係啲葱啦。咁咧，我切少少擺落去啦。好啦，擺埋我啲蛋度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等佢水滾咧，就連埋袋擺落啲水度咧，烚就得噶啦。但系啲水滾味咧係未嘅，我想試一下個葱啊。其實咧，炒葱係點都好食嘅，我覺得係有熱炒、小炒嘅 feel 喺度嘅，因為我落咗勁多油。
好冇營養啊！今餐有肥，好啦，去滾啦！呢個我真的好期待，佢會變成點咧？冇咁大火先。好啦，就咁擺落去烚嘅啫。那你很辛苦，就請你吃啦。我沒有手哎，好。我放這裡好了。謝謝。講你這個是什麼？哈？刺葱麻膏。對，麻膏雞。麻膏雞。是不是覺得我應該今晚都沒啖好吃，所以送牛雞給我呢？其實我蛋得的了，好像好了，上菜了。喂，哇，它勁似這個，我是煮到它一包的。好了，等我們試一下這裡創意料理。其實它是網路上的懶人料理來的，日本風傳。我睇完條片咧，係好想整嚟食啦，終於有機會試。呢個係好食嘅，因為係豬肋排嘅，係咪豬肋排？係肋排，佢淨係咧，其實嗰個薯片咧係變咗個調味料咯，跟住都係食到正常葱蛋，好似炒葱蛋咁樣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外面懶人料理嘛。就不是話係鬥話哇幾好食，但我覺得好得意咯，用咁嘅方法嚟煮出嚟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玩就真係幾好玩，同埋真係我覺得係食到嘅，又唔係話食唔到嘅，但係唔會話哇好好食啊咁樣咯。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好食嘅，同埋咧係好適合送走嘅，但我今日冇買走。阿姨送俾我個雞，咁咧阿姨咧話呢個叫吃葱雞。咁佢咧就唔係食個葱嘅雞嚟嘅，佢係咧只雞入邊咧塞咗啲葱。咁因為宜蘭咧最出名係啲葱啦，咁所以咧我試下佢係咩味啦，係烤雞嚟咯，但係好滑嘅啲肉。好，既然有營火咧，咁我買咗啲玩具，飯後玩一下啦。咁呢個咧我未玩過啦，我第一次聽啫，叫火焰粉啊。咁咧倒出嚟咧咁樣啦，好似綠綠地色咁啦啲粉，跟住又灑啲火度，好驚我而家。哦，就玩埋呢兩個，我玩個細啲先啦。我真係有啲好驚啊！其實呢個係咪放喺地下玩噶？嗱，我點個火彈開啊！哇，好驚啊！哇！哇！呢個我係整蠱人嘅喎，搞錯啊！咁大整蠱，我跟住呢個啦，點火柱，喂，好驚啊！頭先嗰個，嗱，我點著咗我就走噶啦，我會匿埋睇嘅，好啦，驚啊！佢個樣子好似有啲恐怖，所以我點咗咧，我就走喺後面噶啦。射向前面嘅啫，哇！呢個係自己私家煙花嚟嘅，啊！好驚啊！我玩呢啲真係好有陰影啊！呢個咧，我覺得我都係適合玩呢個。呢啲好太刺激啊！對我嚟講，遠遠咁樣望咧，即係望下就覺得好開心咯。但係叫我點，我真係好乸驚。好，我真係玩翻呢個船啦。
香港好似都好少見到有呢啲場景。咁啱今日咁好彩喺荔灣路街行街，可以見到咁實在嘅街景。突然間有架賣菜車經過。台灣嗰啲米粉咧，同香港嗰啲真係好唔同啊！香港嗰啲咧係個包裝喎，即係掹出嚟唔會咁散亂啊！我每次咧去到超級市場都猶豫咁買唔買好，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中意食米粉。呢個啦，呢個咧都幾特別嘅，咁佢就叫做半天筍啦，咁就係台灣好多人食檳榔噶嘛，咁就係檳榔樹入邊中間有一條好嫩嘅一個部分咧，就叫做半天筍啦，好似食緊水果，好似食緊梨咁啊！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。撳埋個鈴鈴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